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可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套新中式连衣裙穿搭分享。第一套是一套挂脖连衣长裙，这个长裙是一个拼接水墨画的设计，水墨画非常的文艺复古，腰部配了一个黑色的腰带，这样子视觉效果会更好，而且会显得腰部非常的细，腰臀比就展现得淋漓尽致了。第二套是一套网格提花套装，这个套装也是新中式的风格，上衣是一个裹胸加上一个网格的外衣设计，然后下面搭配的是一个提花的连衣裙，这个半裙就是一个自行调节的设计，半裙是一个黑色的裙子加上一个提花的一个网纱，所以这个网纱是可以自行调节的，网纱的内部是有一个簪扣的，这里就不取下来给大家看了。最后一套是一套复古风的开衫三件套，这个三件套它是由一个背心、一个开衫和一个长裙组成，这个风格也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。它的背心是一个复古的人物印花设计，这套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整个复古住了，我还蛮喜欢这一套的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尝试。今天的新中式穿搭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咯，喜欢大家可以给个一键三连吗？爱你们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